一决定胜负，敢吗？我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，更何况这么漂亮。小妖王胡巴和父母分开后，和一群妖怪在深山里生活。这里有新的村落，新的生活。 终日载歌载舞，过得不知道有多逍遥。相比穿上人皮伪装，大家还是喜欢露出本来面目。可就在跳完舞该休息的时候，地下突然钻出雪妖，目标直指小妖王胡巴。在大家搭人梯的努力下，已经落入雪妖之手的胡巴，终于还是被救了回来。就这么咕噜噜滚进了河水中。新任妖王的目的是要抓住胡巴，彻底颠覆人妖两界。这次的失败让妖王震怒。 决定派出手下得力大妖赤霸天出马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逃过一劫的小胡巴顺着水一直飘下去，经过瀑布跳入水中。由于之前胡巴对小兰喷过口水，在胡巴有惊恐情绪时，小兰就可以看到胡巴所看到的画面，所以这一切都被小兰看到。此时的小兰正在医馆，倒不是自己有病，她是陪着丈夫宋天音一起来看妇科大夫。 由于小妖王胡巴之前就是被宋天音生出来的，所以理所当然的带他来看妇科大夫。大夫虽然又瞎又哑，但好在还能听到声音。身旁的助理负责翻译，他口中的阿巴是什么意思？阿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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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说男人的产后抑郁，他还是头一回见。大夫认为问题不大，就是有点心病，搞点花盆土煲汤就行了。水和泥的比例3:1，一个疗程下去保证没事。不过这土不是用来喝的，而是煲完汤后。 再把砂锅底的泥倒出来，插上香告拜天地，用太阳的正气来治疗心中抑郁。这位妇科大夫的方子有疗效与否暂且不论，总之妖族却已经再度来袭。还好小兰身手敏捷。小妖在哪儿？妖族出来办事可不会单独行动，面对大批妖族的进攻，纵然是捉妖天师的小兰，也只能落荒而逃。眼看围上来的妖怪越来越多。 宋天音不得不出手相助，这些妖为了抓住胡巴，个个更不要命一样，施展蛤蟆功想发出最强一击。幸好镇子上还有一个高手，用红线将这些妖物钉在城墙上，人皮伪装撕扯掉，露出本来面目。所有妖怪全被红绳网都装了起来。看这位少侠的打扮，绝对大有来历。您是天师堂的？你们也是天师？游兵而已，在下。 天师堂的堂主想到宋天音的父亲老宋也是天师，说不定两人曾有交集，于是宋天音便想去天师堂打探父亲的消息。话分两头，不但宋天音和小兰想念胡巴，刚逃出升天的胡巴也极度想念宋天音和小兰。一不小心，胡巴就被一群小孩子围住，小孩子玩性大，倒也不是真的把胡巴当妖对待，只是追着他玩闹，就这么追着跑着。 不知不觉就跑到了清水镇上，胡巴个子小腿短，可是跑得快，而且在路旁的马车上遇到同类。这只善良的大妖便出手施展伪装救下胡巴。之所以大妖在这里出现，完全是为了等人。隔壁就是一个赌坊，赌坊里打扮最俊俏的就是屠四骨，连赢15把的手气，任谁见了不得尊称一声屠爷。 一个连失败都没尝试过的人，赢钱有啥意义呢？那我来让你变得有意义。这位高手提出一局定胜负，把所有钱都押上去，是生是死就看这一把。如果屠四骨害怕的话，那也不要紧，认个怂。现在带着钱走就行。像屠四骨这种超级大赌徒，既要钱也要面子，索性把钱全部推上去梭哈。3颗骰子丢到骰盅内，里面有小妖怪的帮助，屠四骨轻松摇出3个6点。 这位高手也不落下风，一用力就露出半个肩膀，伸手晃动骰盅，用坤坤运篮球的方法摇晃，里面的小妖怪就算已经快要被晃吐了，但还是暗暗发力使坏，帮助屠四骨把高手的点数全部变成1点。看到骰盅内的异常，这位高手当即明白屠四骨耍诈，原来是你们两个联手出老千，信不信我剁了你们？海水喷人啊你！耍诈还放狠话是没用的。 奸计被识破的屠四骨只能脱掉伪装开溜，毒坊里人多无处下脚。不过这样的事显然发生了很多次。屠四骨与妖怪早有逃跑计划，出门大喊一声笨笨，大妖怪笨笨立刻挪步带着屠四骨溜走。这种百公里只消耗1个玉米的发动机万里难寻，妖怪加速推着小车一路往前跑，该前进时前进，该倒退时倒退，把毒坊追兵耍得滴溜溜乱转。而且笨笨不但跑得快。 关键时候还能发力收缩马车，通过狭窄小道后。
再收力将马车还原，总算是有惊无险地逃了出去。当年老子在庙街一个砍十个，人称十二少，那么多小弟喊我老大。小妖怪十二少之前和屠四谷约定好只赌五盘，结果屠四谷贪心赌了十五盘，这才露馅。所以十二少坚持要管屠四谷要精神损失费，没想到屠四谷掏出定身符，符咒贴稳，抓起十二少用国足经典脚法一脚踢飞。你会遭雷劈的，遭雷劈我就抓住你不放，输吧。本想吃过饭就继续招摇撞骗的屠四谷，喝了笨笨做的汤后赞不绝口。其中添加的玉米是特意在街口张大妈那里拿的，说是拿，其实就是白赊账，至今已经欠了张大妈好几十两银子。屠四谷在意的不是这些，而是突然出现的胡巴。你死圣子啊？刚认识的。刚把白吃白喝的胡巴一脚踢出去，屠四谷就被人一拳打晕。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就有坏人，有好妖就有坏妖，要对付那些害人的坏妖怪就要靠天师堂的狠角色们。这座豪华程度堪比城堡的建筑就是天师堂，每一位来捉妖的天师只要能抓到妖怪，都可以根据难度和危险程度领到相应的赏钱。除了发放赏钱，这里还有负责维修兵器的地方，名为捕妖亭，负责人就是捕妖亭亭主。两人本想维修武器，可看到亭主对小兰色眯眯还不怀好意的样子，宋天英不乐意了，没说两句就差点和亭主吵起来。你别理他，我觉得你这个样子挺棒。还好小兰机灵，硬是夸亭主两个月没洗的头发好，不但彰显了他的气质，还显示了广阔胸襟。不怕有人说真话，就怕有人把假话当真话。见面不过短短片刻，交谈不过寥寥几句话，亭主已经将小兰奉为知己。除了维修断掉的鞭子，甚至还搞大酬宾，只要是小兰看上的兵器可以随便挑随便选，只管拿就是了。可这一幕却看得宋天一相当吃醋，强行忍住要动手的念头，才没让事态进一步恶化。小兰和宋天英在天师堂内自然没有安全问题，可屠四谷那边就难说了。打晕他的人是钱庄的朱金珍，欠钱的时候喊我朱老板，借钱的时候喊我小猪猪。欠钱不还这都是小意思，朱金珍最想问的是什么时候能和屠四谷成亲。之前借钱的时候，屠四谷曾写下欠条，如果三个月内还不清欠款，屠四谷就要自愿入赘给亲爱的朱金珍为夫。这是屠四谷亲手写下的，还有用来表达真心的唇印，区区几十两银子对朱真经来说完全不是问题。钱可以不要，但人必须留下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是黄道吉日。一个眼神，手下人便捧出衣服准备给屠四谷换上，被逼得没办法，屠四谷只好搬出各种理由，没有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是不能成亲的。既然如此，朱金珍换出八个妙龄少女，以非诚勿扰的方式让屠四谷选择其中一个，拉动绸带后，幸运的屠四谷选到了梳头的选项，看起来是很轻松，可这堪比狼牙棒的梳子压在头上简直是上刑。人一共有八个，只选一个是行不通的，除了梳头甚至还有拔牙这种残忍的选项。既然刚才是头受折磨，这次干脆让脚也受一番苦。屠四谷选择接受被羽毛骚动脚底，又酥又麻又痒又疼，简直是飞一般的感觉。英雄难做，酷刑难当，屠四谷再次提出条件，三天内一定把所有欠款尽皆还清。为表真心，再次发下毒誓，若是三天内还不完欠款，就让他自己横死街头，死无全尸。朱金珍知道屠四谷这人撒谎惯了，嘴里没一句实话，可毕竟是喜欢的人，也拿他没办法。这时手下人进来报告，之前高价悬赏的妖怪已经抓到了。悬赏图画打开一看，上面竟然是胡巴，不过一个个手下抓到的全都是冒牌货，头上看起来是顶着绿草像个萝卜头，可这些家伙明明就是赝品啊。看到图画上的小胡巴如此熟悉，屠四谷发现了一线生机。你也想找这只小妖啊？经常胡巴胡巴叫的吗？你小兰还在那？我跟他好熟的，在一起玩的。宋天英和小兰已经走进了无妖亭，这是供奉捉妖天师的地方。在一个个牌位里，宋天英看到了父亲宋代天的名字，可是刚抱起牌位，天师堂的人就冲了进来，得知宋天英是宋代天的儿子，云大哥索性亮明身份。算起来宋代天是云大哥的师兄，要是按辈分讲，宋天英还要管他叫一声云师叔。十年前老爹宋代天失踪于清水镇，至今生死不知，只留下一把可以变换大小的剑。别说宋天英找不到老爹，就连天师堂的人凑到一起也找不到。这么多年过去，
只有一本宋代天留下的捉妖记录尚存人间，也许可以帮助宋天英找到老爹。林大哥，不管能不能找到我爹，我都要谢谢。都是天师，自家兄弟。如今人和妖之间的矛盾依旧难以平息。云大哥曾听到过一个传说，说是一个叫胡巴的小妖能够颠覆人和妖两界的状况，如果能找到胡巴，说不定还真能改变劣势。宋天英不愿意暴露自己和胡巴相熟的事，便拦住小兰的话筒，想知道天师堂有没有其他办法寻妖。说来也巧，在天师堂内还真有一处宝地，名为思念沙丘，这是天师堂专门用来寻找妖怪的地方。如果妖对于血缘亲属心生思念，就会产生念力，可以通过沙子指示出另一只妖的方位。刚才之前有一只小刺妖逃跑，众人便将那只小刺妖的母亲带来，阵法运转，思念沙丘的黄沙果然厉害，片刻便在空中显示出小刺妖的方位。在天书崖，所有天师马上起行。云大哥，我们能一起去吗？果然在天书崖附近的树干上有很多小刺妖留下的爪印。据小刺妖自己说，当初是为了救人才现身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天师堂的人不肯放过自己，乃至于一见面就要置其于死地。若不是宋天英拦下，小刺妖必会死于乱刃之下。宋天英坚称人有善恶，妖也分好坏，希望天师堂的人不要滥杀无辜。趁着说话的空档，小刺妖趁机躲进了山洞里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小兰俯下身子温柔询问小刺妖的动机，可这小妖怪还不能口吐人言，只能含含糊糊说出几个词，大概可以猜出应该是猎人的捕兽器伤到小朋友，而小刺妖为了帮助别人沿路将捕兽器破坏掉。不料此举引来天师堂众人的怀疑，发现小刺妖踪迹后对其进行追杀。这个小妖怪的样子让小兰想到了当年的胡巴，爱屋及乌，他不希望小刺妖出意外，于是用亲情打动小刺妖，希望小刺妖能和自己一起回天师堂去见见小刺妖的母亲。果然真诚才是必杀技，相比天师堂众人无情的追杀，小兰的温柔太能打动人心了。小刺妖最终同意回天师堂搞清楚事情真相。另一边，屠四谷和笨笨还在为寻找胡巴四处打探。笨笨也是妖怪，出于同情，认为屠四谷不应该为了钱出卖胡巴。那你可以不要卖他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世界除了钱没什么可信的，不卖他怎么还债呢？恰巧胡巴在石头后面出现，笨笨不想胡巴被抓到，伪装成石头想骗过屠四谷，可精明如屠四谷怎会上当，一脚踢上去，探手便抓住胡巴的萝卜头，还忽悠说要带胡巴去见爹娘。吃玉米吃得开心，胡巴冲着屠四谷吐了口水，这是他表达喜欢的方式。除了小兰，屠四谷是第二个被胡巴吐口水的。此时的小兰已经把小刺妖带到天师堂，看到一大一小两个妖怪隔着铁笼子还这么亲密，小兰实在不忍心这样关着他们，没有钥匙就暴力破坏门锁。恰巧守卫进来巡逻，为了摆脱掉私自放走妖怪的嫌疑，索性出手将守卫打晕，再摆上酒坛，营造出守卫醉酒失职放走妖怪的假象。放走了小刺妖的小兰心情大好，准备好好洗个澡解解乏。一心想找到胡巴的小两口此时还不知道胡巴已经被屠四谷带进城，准备进贡给朱金珍。小妖找到了，我俩谈一下价钱。为了讨屠四谷的欢心，朱金珍盛装打扮，只为得到一句夸赞。可由于笨笨知道胡巴口水的特性，故意扮丑吓唬胡巴，让胡巴处于惊恐状态时，把眼前的景象传递给被吐过口水的屠四谷。鬼啊！敢说我们老板是鬼！屠四谷被一把大刀横架在脖子上，侍女们建议对他实行割嘴挖眼的酷刑。朱金珍威胁屠四谷，要是再敢耍花招，他不介意斩草除根。宁肯相信世上有鬼，也不能相信男人的破嘴。可谁让他偏偏喜欢屠四谷这个大骗子呢？一番花言巧语，屠四谷成功溜出大门。笨蛋，扮鬼吓我！谁叫你卖胡巴？刚才我看到的是他看到的东西。因为被喷过口水，屠四谷可以看到胡巴曾经看到过的东西，而小兰曾经也被胡巴吐过口水，所以刚才的一幕幕也映在了小兰眼中。了解到胡巴有如此神奇技能，屠四谷心里有了个大大的好主意，想让朱金珍再宽限自己一天时间，顺便再借100两银子。老子这盘不得行了，都是假的。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信我。为了让朱金珍相信，屠四谷再次写下一张借条，重点写下小图图爱小猪猪一生一世的话。为了增强可信度，还特意在爱字上撒了金粉。100两到手，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爱，
坐上腰动力马车再次离开。可惜恋爱脑朱金珍再次中计，金粉轻轻一吹，爱字就变成了欠字。屠四谷带胡巴走，是想利用胡巴的技能去赌房豪赌一把。清水镇赌房只此一家，屠四谷没办法，只能换上伪装坐上牌桌。有笨笨带着胡巴伪装，对手的牌型被屠四谷了解得一清二楚，根本就不可能输。说来也巧，本想大杀四方的屠四谷碰到冤家了。楼下来了一个妙龄少女，边打牌边吃玉米。胡巴因为饿，挣扎着想要过去吃一口，可还不等张嘴，少女就打了个喷嚏，屠四谷的胡子被喷掉，假鼻子也被抓下来，伪装全部被拆穿。赌坊的人一眼认出这是欠钱不还还耍诈的屠四谷，情况紧急，屠四谷在牌桌上抓一把银子扭头就跑。这次来不及坐车逃，只能在路边找了家戏园子溜进去，抓紧时间换上戏服，抹上彩妆。逃命的屠四谷稀里糊涂的就被推上台，正好上演的是经典节目熊头随大事，一锤敲下来石头没碎，两锤下来还是没碎，第三锤直接锤到胸口。若仅仅是胸口碎大石也就罢了，下个节目还要接着表演人体分离术。看到屠四谷身手分离，胡巴难过的哇哇大哭，眼泪都飙了出来，笨笨怎么安慰都不行。一脸迷茫的屠四谷走回后台，看到屠四谷没事，胡巴兴奋地扑上去撒娇，可情绪过于激动的胡巴竟然跑出了戏园子，正巧被那群小孩子发现，连跟着追出来的屠四谷也被赌房追兵发现，一人两妖没了命一样疯狂逃窜。我们都不知道胡巴在哪儿，去哪儿找啊？我们也不知道公公在哪儿，我还不是陪你找了这么久。自从看到胡巴的身影后，宋天英和小兰立刻决定动身去寻找。宋天英虽然想念胡巴，可他认为人和妖之间应该有界限，不能让胡巴冒险在人界生活。小兰不这样看，胡巴因为前任妖王之子的身份屡屡遭到追杀，就算生活在妖界也会有危险，还不如跟着自己生活在人间。一时气恼，两人罕见的闹了矛盾。哇，这小妖不吐口水就流口水，不会他下巴有问题吧？让我抱一下。你别抱了，弄醒他了。累了一天，胡巴在屠四谷怀里睡着了。这辈子没有人为屠四谷这个大骗子流过眼泪，除了小妖胡巴。摸了摸胡巴的萝卜头，屠四谷似乎也开始舍不得把胡巴交出去，今晚只能这样凑合在空中过夜，难受归难受了点，总比被人抓到强。为了找到胡巴的踪迹，宋天英决定动用天师堂的宝物，到寻妖亭的思念沙丘上坐了下去。只见前方的沙子缓缓升起又瞬间落下，根本看不出方位。宋天英坚信心诚则灵，再次凝聚念力还是没能找到方向。既然一个人不行，干脆试试两个人。小兰跑过来也坐在台上，集合两人的思念，胡巴的形象果然出现在半空，当年的一幕幕往事浮现在脑海中，两人简直是把胡巴当亲儿子对待。思念的力量终于让宋天英寻妖成功，沙子拼成了热气球的形状，两人这才明白原来胡巴就在清水镇。既然即刻就要动身，那便少不了武器，也不知道亭主修好断边没有。这是我坐的新车，刚好可以坐两个人，请坐。亭主这位武器大师已经修好了武器，还拉动机关，特意为小兰造了一场人工降雪，看似是人工降雪，实则是用大米崩出来大米花，营养美味，还能当成干粮在路上吃。要说亭主真不愧是武器大师，什么都能改造。作战的时候可以喷符，做饭的时候可以轰米，如果想煮菜也可以当盐罐。亭主真是才貌双全。好容易从天师堂走到清水镇，终于看到热气球，可那么高的地方怎么上去是个问题。就在两人寻找登天之路时，屠四谷已经带着胡巴离开。昨天赌的那场不够尽兴，分钱不挣，最后还输了不少。屠四谷想再带着胡巴过去畅快淋漓的赌一场，于是两拨人马就这样完美错过。可亲人之间往往会有奇特的心灵感应，胡巴扭头时，宋天英和小兰也同时转过身，六目相望，好久不见。宋天英赶紧把胡巴抱在怀里，这感天动地的一幕连屠四谷都不禁为之侧目。可天大地大，胡牌最大，他绝不能让任何人破坏自己的胡牌计划，抢过胡巴就要走。这位老虎大哥，胡巴是我们的儿子。你俩是人，他是妖，他是你们儿子。财迷屠四谷抓住宋天英想找回胡巴的迫切，开出1200的天价要他们拿钱来赎。为了救回胡巴，小兰搬出天师堂的名字，要屠四谷跟自己回去拿钱。就这样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跟着到了天师堂。云大哥家大业大，财大气粗，1200不过是九牛一毛，自然不在话下。看着萝卜头胡巴可爱的样子，
屠四谷还是心意很递了过去，提着两箱银子就要离开。可笨笨却因为伤心，不想再跟着眼里只有钱的屠四谷混下去。你赚到了钱也不需要我。无所谓，我屠四谷不会没了谁不行。小兰本以为找回胡巴就可以一家团聚，不料云大哥一掌将其打开，声称要将胡巴送回妖界。一阵烟雾散开，天师堂众人均消失不见。笨笨管不了那么多人与妖的界限，当即决定立刻前往妖界入口营救胡巴。此时拿到钱的屠四谷正在按照欠条一一还钱，不多时便将之前的债务全部还清。现在有了钱，按理说应该开心，可心里好像空了一大块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。随着笨笨的狂奔，宋天英和小兰终于找到妖界入口，只要穿过这个山洞就可以通往妖界。走进山腹之内，果然看到云大哥和胡巴，可惜云大哥功夫太高，就算两人一块出战，再加上笨笨也不是对手。云大哥在天师堂抓妖抓了那么多年，心早就打磨得比铁还硬，比冰还冷。可怜的胡巴差点被折磨到晕过去。不管倒地的俩人，云大哥径直带着胡巴离开。当小两口从洞口钻出来的时候，竟然发现天师堂的那群人根本就是妖怪假扮的。云大哥身后的天师也是他们，原来他一直在引我们走进陷阱。强行和一群妖怪血拼是难了点，幸好有武器大师赠送的法宝，就算被一群妖怪压在身下也不是问题。作战的时候可以喷符，做饭的时候可以轰米，亭主所言果然不虚，各种符咒就像不要钱一样疯狂喷出。云大哥见状，索性骑上坐骑开溜，小兰甩出鞭子跟了上去。见他们不自量力，云大哥起了戏耍的心思，操控妖怪飞来飞去，想利用山体撞死他们。其实云大哥的身份只是伪装，脱下人皮根本就是大妖赤霸天。化为妖身的赤霸天不但战力超强，还会喷出迷雾摄人心神。没想到财迷屠四谷竟然出现在这里。苏妈的，抢我胡巴，拿1000两砸死你。赤霸天再次运功，释放出更浓的毒气，众人无法躲避。笨笨决定兵行险招，倒挂着飞到赤霸天上方，强行让头上的花盛开，引来一大群蜜蜂。蜜蜂钻进气口，疼得赤霸天满地打滚。可赤霸天身为大妖也有应对之策，强行吞下一只妖怪，把蜜蜂全都逼了出去。而且他的身形已经变得更大，实力也更为霸道。实力暴涨的大妖怪奋力捶打地面，众人竟然被震了下去，只能躲在半山腰想对敌良策。要想搞定这只大妖怪，不能强攻，只能智取。小兰甩出鞭子控制住赤霸天，让屠四谷抱着胡巴上去喷了一口口水。现在好了，只要胡巴受到惊吓，所有被喷过口水的人都会看到胡巴眼前的景象。赤霸天中了口水后，探手屠四谷和笨笨都抓在手里。受到惊吓的胡巴疯狂大叫，赤霸天的心神受到干扰，一时不察，宋天英趁机召唤飞剑出击，直接刺穿了赤霸天的脑袋，头部受到重创，大妖应声倒地，胡巴也终于安然无恙。毕竟赤霸天伪装成云大哥那么长时间，宋天英不禁发出感慨，希望早日人和妖可以一起生活，妖也不用再穿人皮。能这样就好了。这次能顺利救出胡巴，离不开屠四谷的仗义出手。现在千言万语的感谢全都不用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经历了生死的感情，说什么都是多余的。目送着宋天英和小兰带着胡巴离开，屠四谷也难得留下两行清泪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能够一起走一段路，一起经历一些事，已经是上天给的缘分。当年《捉妖记一》为了上映，不得不多花7000万的成本补拍大量镜头，不少人都是奔着这份诚意去观影。时隔数年，第二部的上映无论好坏，算是给第一部的结局有了一个交代。没有惊险刺激的剧情和画面，更像是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看的合家欢电影。